用电电火呀，真的是腰酸背痛的，还不如去工地干搬砖呢，活动活动筋骨。就你那小身板能搬几个砖？要不试试我这个人体工学靠背吧。这个东西有这么好用吗？当然舒服啊，它是根据人体工程学设计的造型，整体啊采用的是环抱式的设计，能够很好的适应人体脊柱自然弯曲的弧度，长时间坐着呀也不会感觉到酸痛的。而且靠背还是镂空的设计，不会闷汗，透气更舒适哦。你也在这多开一个吧。